不仅伤鞋，还容易洗掉色。球鞋不同的材质部位这样洗更干净。第一，白色网面部位，准备小苏打、牙膏、洗洁精，搅拌均匀。用软毛刷蘸取混合液，顺着球鞋纹路轻刷，然后擦干。第二，中底顽固蹭痕部位，先往污渍部分抹上风油精，百洁布打湿后蹭点肥皂，反复擦拭再擦干。第三，翻毛鞋面部位，洗洁精和白醋混合，加水稀释，软毛刷蘸取混合液，反复轻刷污渍部位，最后擦干，清洁对比显著。相信我，学会这三个小妙招，让你轻轻松松 get 新鞋。球鞋有异味，这三个有效简单的小方法帮你搞定。方法一，往湿巾两面分别喷上酒精，倒上花露水，塞入鞋子里，除异味的同时还能起到杀菌作用。方法二，准备口罩，剪开后倒。球鞋有异味，这三个有效简单的小方法帮你搞定。方法一，往湿巾两面分别喷上酒精，倒上花露水，塞入鞋子里，除异味的同时还能起到杀菌作用。方法二，准备口罩，剪开后倒入茶包，再把口罩封好，随后塞入鞋子里即可。方法三，适用于有鞋垫的鞋子，取出鞋垫，小苏打撒进鞋子底部，摇晃均匀，再把鞋垫塞回即可。这个方法不仅能去异味杀菌，见效还快，注意小苏打不能直接接触皮肤哦。这几个方法亲测好用，推荐大家去试试。球鞋有异味，这三个有效简单的小